赵医生陪着我看牌哈，要罚站了。就我发现这个位置还不错。哎，对，来看看庄家艾雅的牌，来喽。陈老师，来喽。April， 漂亮。Lolita， 他是陌生人。艾雅出赛。好嘞，南凤。犹豫要不要碰哈？发财。当然碰啊，那么早怎么会不碰呢？破水扣啊。哎 ，Baby， 摸一个。北七先打掉，这一定要碰一台出，一台，对，南风一台，东风，东风，一个人玩一万碰一个，躺丢，发财。给你吃，好，一条，吸不到，他吃鸡，吸不到啊，九个头，一个，放上，哪一只铁子吧？哎，北皮，黄中，两颗。两颗不要，两颗已经有了。嗯，我有了两颗，一个万，你有吗？还有一万，我好像没有，有怎么办？有立牌有一个万啊，那我要不要吃？你吃一个好了。你都碰了耶，还有的吃啊？好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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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做坏事，被抓了。三个懂，三个懂，你也有了啊？三个呀，没有，因为它很大，算三个。可以了，看外星节目好不好？有在打牌了。吸呀，碰一个。先跑，吃一个，四条。甜甜四条可以吃，甜甜屋哎，陈老师甜甜屋，陈老师甜甜屋，陈老师甜甜，陈老师甜，甜甜摸一个，哎呀，七万先跑，八万，甜甜屋，再吃我的。老师，你身为老师讲话怎么这样？对呀、啊，好吧，数学老师都这样，不能讲。数学老师都这样，真的假的？老师，哎呀，可以帮我介绍、哎、你系上的老师有这样啊？那我也会数学系的。喂、哎，你们老师吃我的鸡，你又没有，吃哇，这个呀。想一下哦，酒桶比较不危险。九条，西风 ，MAA， 甜甜的，都吃不到，都觉得好甜，但都吃不到。所以那你有我前面无力百花菜，有我前面的可怜吗？我也不想啊。红中，我总共也才吃一只，所以一定是碰的，然后就没了，就没东西了。我再要找一个知足，我再又摸到一个大字。七条。八个饼。安全。摸一个。哦，这个东西。哇，这个东西。有点可怕耶！啊，七个饼，吃我的鸡，你吃了，杠上，干嘛？来了，你想怎样？哪个都是这样，走开，你看，我不会磨，没有哪个不会磨，真的呀？怎样？就算吵架，老师再喊一次，再喊一次，什么？你拉什么？再喊喊他，完了完了，大声一点，要哭了啦！哎、欸，我
倒下来，都可以倒下来。杠上一个爵士饼，你看看，它定365。我知道，早上他就早就吃了。而且他刚刚吃一个7饼。对啊，没有他，他不是这样打，你不会吃到这张。他根本瞎打。我没有，就是在煮，就是因为听的都不好，我就想要转。我本来不玩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。可是因为九饼已经没了，那个时候。你要敢。没有，那你刚刚不打7饼，你就打9饼，那你后面干嘛要打7饼？你就听7饼。他一开始就不敢打，而且他吃过4条。他吃了4条，4条根本没事，我本来对不对？如果这样，好了，西风、中洞、庄家3台，老师你又放了3台啊！南风逆转胜第2把，来，陈老师庄家，老师加油！36米，我不过人家卡张，我来看4家的牌，庄家陈耀谦老师 ，Apple， 漂亮 ，Rolita， 下巴，哎呀，当当，出菜老师。还不错哦，发财！这看起来感觉是还不错。这一出张就是发财。也有，哎，摸一个，我也有发财，都打掉，谢谢你们。不打发财，发财，大家发财，不错哈。对，好兆头。北风。东风，我想一想哈，10000，是9饼。红中，红一个，可以吃老师。再吃一个好不好？好，胃这么甜。13万。3万。猜答，跳打不在乎哈。南哥，你会不会教我们跳打？跳打猜答其实没有特别。9条。当然，因为现在牌很底下没几张牌，所以这个凭自己的感觉。9个头。没得参考。嗯，9个头。哇。北七。写字楼，对呀、啊，我是国语老师。9万，9条。9万，这么多万都吃不到。南风，难过打掉，超多字，今天给你上国语课。好哦，老师吃4颗。然后还真的起来了耶！糟了糟，还好他想要报你的仇。哇！一整台耶！好，怎样？一个人玩？哇！不是只有你有，我也有一个人玩的时候。2饼，碰了，你敌的，对，你刚刚五，你对，你要想清楚，你刚刚我也是想说，我就是很怕你在打麻将，你知道吗？口齿不清的，两个人玩双眼皮，哎，不好玩，口齿不清，口齿不清，吓得我的心脏都掉出来。我说五，这张我要这样子，五 M 甜的，8条，哎呦，我居然放枪了。真的不碰，他抓8条，他牌先倒下来。哇，好可惜哦。就是没办法，我要碰。嗯，庄家双一花，庄家双一花算得很快。对呀。刚刚胡了3台，现在回了3台，哇，漂亮。糟糕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的第3把。好，刚刚陈老师放的3台放给他。嗯。哦。现在是你放给他，对呀，所以刚刚把那个这样一来一往，变成你回到原点，你呢就顶他的罪。啊，没有没有这回事。来 ，Apple 庄家，好，五，好来看4张牌，庄家 Apple， 谢谢，萝莉塔，起来，太阳，陈耀谦，放炮就好，出菜，来一个。赛，好，好厉害！一开始就碰7。
东风。东风也可以想这么久。青蛙呱呱。也太多字了，想打哪一个比较有机会？再另外抓对。我也有呱呱，发财，呱呱呱。发财。可是你要做呱呱呱。他有包袱，他有包袱，对啊。一个车轮比。老师好不容易达到原点，不错。第二把，中风先打掉。哦，我的。哦，对，变哦了。嗯，好吃的哟。四个车轮饼啊，四个车轮饼，想吃了吧？想吃，我吃。东风无力百花菜。跟一个老师聊聊。北风在暗爽吗？对啊，他好像在暗爽，他好像排得很好。暗爽你都看得出来，男人暗爽你看得出来。他刚刚抿嘴笑，他刚刚是抿嘴笑哎，你比较糗呢。两个女生真的，有靠上就很开心。又一个柿饼，一个柿饼，没东西吃了。好，一同去郊游。丽塔，谢谢啊。没事，不客气。老师，来北风。要让大家一起烂。嗯，九万是。好，哇，用尽不如聪明，吃起来了，打。下大雨。九幺。发疯，呱呱呱。老师要不要吃？要。九万。好低好低，没有诚意，最没诚意那一种。谢谢老师，哇，老师你会喂他耶？早餐补七条，才七九条，摸一个，来九万，谢谢你卡，不会，那怎么办？好烦哦，要烂大家一起来拼吗？我也没人碰。我也好棒，老师胖，刘总，老师 I love you， 哇，吃起来，哇，老师你有什么问题？老师你这样子四个人玩，这个这样子有点太包庇他。老师再来哦，天天屋开张是不是？北七，你听了吧？北风，应该没有两搭吧？九饼，还要好长哦。对啊，东风，北风。摸一个九饼跟打，哇！现在跟打，八条，九条，九条，哦，新菜色，六个条都吃不到。九条，丽塔怎么那么多可以跟的东西？我也八条，就是都进不来什么东西。够。七条，有没有碰啊？你看人玩，来我家。五条，跟着你，五条，摸一个。台面上五条不是那么好打。嗯，九桶又一只，来啊，九条。大家都边走边玩，边走边看。Apple 剩四张，四张我总摸得到吧？觉得 Apple 应该是会自己。我就说你剩下四张可以摸。你的吗？这个是危险的新菜色哦。哦，就是他听吧。
没事哎，他先硬吃一个好了。啊，我都吃了。中豆还叫硬吃啊？真的是硬吃的，因为我其实没必要啊。哎呀，我想一下哦，啊奶奶，嗯，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说呢，你洗碗，撞枪了，对不对？哇！不玩的牌，对啊，刚已经不玩了嘛。我是不玩啦，可是这些喜欢碰了，南风也很危险。什么南风在那，又这个不敢丢，鸡尾不敢丢，我想说一定有人，你看都放，随便丢都放，就不要吃啊。来，白皮就一盘。哦，糟糕了，我要被你两炮哦，两炮啊，连续的，不是老师胡的，连续的呀。哇塞，不要。戴牙套，应该是爆气球，一个是戴那扩嘴器。那我们请牙医师来帮我们戴扩嘴器。专业的牙医，专业的牙医，专业的来，一下就戴好了。哎呦，哇，好美啊！连放两炮。你这个牌我看他吃，我就觉得哎，糟糕了，吃没听哦，对啊，来，南风逆转胜的最后一把，萝莉塔3200，我要死了，艾雅6100，啊，这个陈老师是5700，啊，你只有拼自摸的，开门，啊，要转运了，转运了，快带动转运，那来看四下的牌，庄家萝莉塔，哎呦，完全不计形象，哎呀。陈老师 ，Apple， 萝莉塔加油！好，出菜，出菜，一花已经一台了。先把中风打掉。中风，啊，碰掉，碰吗？我自己想，这个还有犹豫这么久吗？因为牌烂，本来想当安全牌，发财。好，中发。嗯，一个人玩，摸一个。哎嘿，你好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说的是什么？白皮，西风，烫。我的妈！你两个人玩，没有今天哦。越来越多人玩，越来越多人玩，太多了，三个人、四个人就不好了。两通，那你要碰吗？没有。啊，吃一个男，吃一个先，嘿，来。老是假动作是不是？来一个南风，还要放几个靠，好，放到你前面。转运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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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不错。四个人玩，四个人玩啊。我这就是有一点不知道从何下手，但是你打了二手，只能这样啦，七筒。一条，来放几靠一个，好了，放一个，放一个，来再一个，对啊，九条，哎，我看我这多近条，八百，好，八百，二万。吸口水，好累啊！那卫生纸可以擦。一个人玩呢，还吸了个，已经滴出来，已经滴出来了，吸得住。我以为我有吸耶，我居然没有吸到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以为他说他吸得住，可是我从旁边看都已经一大滴了。4万。哎，真的耶！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靠运气，靠腰的运气。天哪，丽塔，这几年没见你都经历了些什么？不是，这个你等一下戴看看，你就知道你要练怎样了。心态色，不要戴了。6万，6万，放着放着啊，你不用怕了啦。对啊，你就勇往直前了，你最落后。对啊，最落后。来个花哦，好，这边，哪个？打了，你不用怕，你放炮他也不会唬你。哦，因为你放炮他唬你的话，分数不够，他一定要自摸。对，杠上。他唬他可以，杠上什么？想干嘛？3200差2500。两千五。
2500的话要三台，四台。哦，那蛮多台。你这台数不够啊。南风一花庄家三台，自摸四台。八个饼。胡牌只有三台不够。白白的。哎，六个万谁的？没有，很臭的。六个万我才打。很臭的吧？嗯，对，但是我觉得，哎，好，来，八饼，猜一对啊！放炮，请你放炮也出不了，一万，哎，右手。啊，这是在等下对。你想换手气是？是，因为你刚刚在这里，我想说叫人家睡。发财，想转个运。习惯，看到人在这里。花花哎呀，可以，然后先打花。六条。是手在抖，好像是冷还是紧张？字母七条，老师人真好，还吃得到。新台色出发，好。有人要四条，老师每次都把我喂得饱饱的，老师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手捅下一只，不是的，你这么撩手，又放枪了。啊，九饼放了。在撩人的同时，我还记得要胡牌。哎，四七饼还有四张哎。对呀，哎呀，好运气用完了。来来拿下。啊，来老师，来倒下来。倒下来。你看看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四七饼而已。对啊。你看。那你对呀，我还以为一定会摸到哎。对呀，我想你会胡。我也觉得我会摸到。漂亮。哇，没有。哦，三张。都在后面。来了。这个是发财庄家两台，好啦，洛丽塔淘汰。歪歪，佩服你会跟打麻将。八岁。那最让你佩服牌技的人是谁？我。三秒钟的一个出现的表情。家里带小孩都会打牌吗？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